成为一位杰出的画家是我的人生目标。在旧金山艺术大学，我用所有的时间来画画，我想向最好的老师学习。我一直都很喜欢赵明武老师的画，现在可以在旧金山艺术大学跟他一起学习，我感到非常的幸运。所以对绘画的热情会让你去研究，这个研究会让你逐步的成功，所以激情是热爱是你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时代，如果想成为一位杰出的画家，就应该学习这个时代的科技，所以我学习很多数字绘画，而且我也很喜欢。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画画，我觉得非常充实，非常开心。We want our students not just to be good, we want them to be great. And in working with LiGang, what I realized was that he had the potential for greatness. In the School of Game Development, we encouraged him to enter the rookies contest. Not only did he enter, but he actually won. And we are so proud of him. 在旧金山艺术大学，我可以同时学习数字绘画和传统绘画，这是这所学校对我来说最大的优势。旧金山艺术大学可以让我学习最好的数字绘画和传统绘画。